腰带朝前，从头扣上。胸前两个扣完扣起来。那腰的两侧呢，会有一条腰背带，我们绕到后面扣。扣好之后，检查一下两条腿带。腿带解开，从后面绕到前面扣起来。两边都扣上，这样就完成。但是有些人穿裙子或是男生，这样卡卡的，哦，比较不方便。
那我们就紧急状况再使用这条腿带。好，你们要知道怎么用。好，不要跌倒就好了。今天天气是不错啦，找到几率大概有，如果说看不看得到，大概95%看得到。天气好的话就是95%。看到什么？这边有很多种，那我也不晓得谁看会遇到哪一种，然后看缘分。这里，好，谢谢，好可爱，这么漂亮，这么漂亮。
平日都
个啤酒还涨。海鲜锅，米粉汤锅。